不不是你最坏的了，可以讲夜门。我今天要挑战我的自由潜30公尺的深度，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？跟大家讲一下，我现在在的是田野岛的 Kora Beach Resort， 这里他们新盖了一个房子，有一个新的房间，白色的。但是因为现在有人住啊，不方便进去。它整个是很漂亮，很漂亮的。我真的希望下次有机会住这里。然后前面呢，他们盖了一个新的泳池，已经完成了7/8了。如果以后你要需要碰 water， 你也可以在这里学。来这里呢，除了你可以潜水以外，还有一些朋友来这里浮潜啊，浮潜是蛮漂亮的。背后呢，就有一些朋友在准备浮潜了。他们就是去浮潜，然后我们就去自由潜，然后有一些人呢，就是去水肺潜水，三种人都有啊。准备要去挑战自己的30米。教练怎么样？你觉得今天30米会成功吗？我觉得没问题啊，我们没有问题，加油！我是压力很大哎，没有啦，你两下就上了。OK 的。我觉得我昨天 OK 是因为我昨天没有压力，今天有压力可能就不 OK 了。不会的，不会了 ，OK。这个是我这次来认识的成都姑娘，啊，不是姑娘，两个孩子的妈了，也是姑娘。哦，有一个姑娘，她有一些人情。什么年代了？暴露年龄了。喂，这什么？哎呦，《还珠格格》对，大家都会有涂一个防晒。Zero is hero， 什么东西来的？这是防晒来的、啊？嗯，是。你怎么穿衣服了？你先脱一下。哎，好烦哦！不可以色色。教练，哎呦，没办法、啊，他这个是粉色还是肉色？这个是泥灰色。哦，就两个颜色啊。这个可以 chocolate color 粉红色腮红，哦，有三种颜色，可以做成三种。那你这个呢？我这个是外，之前你很早期买的，这个比较厉害。哦，这个比较厉害，啊、这个比较厉害。怎么每个涂到好像是僵尸一样？哦，来帮你涂。啊。我真的不知道他涂了什么东西。好看呢，就这样。不要玩呢！它是属于那种全部是 organic 的东西，不会污染的海洋。这个真的有效啊？你试试你就懂了。没有你涂过这样多次？有啦，最起码不会脱皮啊，不会伤。不会晒伤。要小白脸，可以了。哇老喂！就很多哎。用钱你不要这样吗？哎，这里很不均匀，是你是故意的吗？一下水就 OK 了的。OK， 现在碰到水它就均匀了。好，我可以帮你了。我觉得你是整我。你很开心哎，说，不要整我哎。一罐多少钱？我没记错，应该是65到75之间。哇，那不贵啦，不贵，很可以用很久哎，两年。如果你不是拿来涂全身，你只是涂你那一块一点，哦，一定两年有剩。我的小伙伴们现在在那边啊，拉烂
一片大海，然后我现在已经不行了，站在这里。我觉得今天整个身体状况非常非常差。之前最好玩的一点就是你的身体是骗不了人的，身体状况不好你就下不去。这几天其实我觉得我突破了很多啊。啊对啊，那我今天到底有没有突破30公尺呢？好，这是我今天第一个钱，然后是8.8公尺，然后是在就是 warm up 热身，然后16.1呢是我第一次带就鼻夹下去啊，也算是热身。然后之后我就到了30.9耶，然后之后我做的一次 buddy 就是看着朋友上来是3.9，然后最后呢我是做就是横纵下潜，我只能到26.8。然后其实我没有什么之前经验啊，我就是一直下深，所以就很可能肺也累了，所以就要多休息。这里收音很差，我没有带麦克风来。上岸再说吧，但是今天至少我30公尺挑战是成功的 ，yes， 30.9最新的 PB personal best， 我真的很累，会很累啊。然后教练一直跟我讲说，不要下身，不要勉强自己，因为肺如果受伤的话，至少休息一年以外，然后那些伤口啊，就是以后很容易复发。教练也是为我好啦，好，那我们岸上再说吧。等一下我们还要去拍照。我们就去5公尺的地方游游泳拍拍照，等一下见。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，现在又是时候说拜拜。哎呀，就是这样，我的这个就是房型啊，这个就是我住的 Tango Corabish 房型，一个简单厕所，一个镜子，两个单人床，一个双人床。哎，说真的，这一次算是我第一次认真的自由潜，一个奇怪的感觉啊，就是。好像东西少拿什么东西，但实际上自由潜的东西真的很少啊，我就一直觉得好像少拿什么东西，其实也没有啊，就是真的没有。像我们下水的时候啊，就是一个 sausage 船 fin 有 mask 就下水了，就其实真的很轻松，一点都不轻松，就是很简单啊。哎，我说一下这一趟感觉吧。哦，我们其实也有一句话讲说，你下得多深，你其实有办法上来；你有办法下去，你就有办法上来。那是一种求生意志啊！好，我们要出发前就把这里，好，我在这里啊，哎，真的是一个包就解决了。我认为，如果你是很有好胜心的人，或者你喜欢自我挑战，你了解自己的身体的极限在哪里的话。你真的可以来试一试自由潜。我昨天早上一起来的时候，就是影片一开始讲说我要挑战30公尺，这个早上我就一直和我的整个团方面讲说我不行，我觉得我今天做不到，因为我是觉得我的肺很紧，我一直觉得我这次应该是做不到了。这个有一件衣服忘了拿，因为我觉得我的肺很紧啊，就是自由潜是骗不了人的，就是。你身体不行就是不行的，好吧，不像其他运动，哎，就是你不可以，你还是可以撑一下，因为自由潜一潜下去啊，就是那一分多钟嘛，然后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严格讲，我只做了2个潜，就是前面的热身不算的话，第一次就是30.9，第二次是27.9吧，应该是这个，大家看这个成绩 ，bring， 我根本就下不去了，我在
做第二课深潜的时候，28公尺横纵下潜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不行哎，我觉得我不行嘞。我就跟教练讲说，我最多只能再做两个。然后上来的时候我就讲说，我不能再做了，完全不行。它真的是一个骗不了人的运动。可是我昨天看了一些 footage， 我真的觉得拍得不好看。真的拍得不好看啊，因为没有专业的人帮拍，然后我们那一团呢都是两个教练在练习，然后两个学员在考试，然后教练已经很没有空了，一直要下，所以没有人帮忙拍啦，那个画面感不会很好看，变成像是我自己记录的自我记录的一个影片，就希望以后可以有多一点帮手来帮忙拍自由潜的。啊，这样会比较好看一点点，影片会比较好看，希望有小帮手啊。一样啊，如果你对自由潜有兴趣的朋友，可以再加入这个微信群。bling。那如果你是喜欢水肺潜水的，千万不要加入那个群哦，加入这个群。bling。真的很累啊，我飞到现在还是很累。它飞是没有神经的，所以它不会痛。但是到底是不是累，我不确定。我昨天从这里走回方便。再走出来我就累了，我可能要好需要好几天休息。好，那剪影片就到这里为止了。希望那些喜欢自由潜或者还在想要不要学自由潜的朋友呢，可以一起来和我学自由潜啊，不是跟我学啊，就是我们一起喜欢自由潜，一起做自由潜，然后一起挑战自己。OK， 好，那剪影片到这里为止了。喜欢这个影片在 YouTube 看到，记得点赞、订阅之后打开小铃铛。在 Facebook 看到的话，把我分享出去。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，不去。